你终于来了，与我一起将那些腐朽的武士消灭，创造那个理应属于我们忍者的时代吧。忍者与武士、无休止的争斗，只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更大的痛苦。我是来阻止你的。<笑>难道做了武士三百年的走狗还不够吗？忍村那些老头的做法，只会让忍者走向灭亡。 好，现在就开始游戏了。然后这边按 S， 哦 ，S 是我的键盘啊，我设定的虚拟键盘。 有唐木，终于赶到考场了。有门不走，你的出场方式倒是很符合我的忍道。小子，损坏佛像这笔账，以后再算。现在先去考试吧。 哎，哎呦，掉下去会死掉吗？其实我不知道，师傅提升。 哎，然后嘞，好，冲冲冲！
啊哈，好，没事。行西人哦。好，是低的平台要靠这个冲刺。哦。蛮帅的。刚刚那个佛像没有把那个人考官给打死了。武器是忍者非常重要的力量，拔出这把忍刀，用它来消灭考场中的怪物吧。帅 ，OK， 但是有冷却时间。不要，然后哦，哦，那个用跳应该跳不过。接下来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忍术吧。哎，我有忍术。哎呦，差点挂。哦，这个模拟器网好像……尝尝我的厉害！那模拟器网好像不是很方便哦，那手机网比较方便。哦，火龙岩弹，这个是忍神创造的忍术，一定要好好修炼它。好了，已经通过了所有的基础能力考核，现在就往前。迎接你的最终试炼。最终试炼，你需要前往黑龙洞，驯服一条。这就是你在最终试炼中的对手，只要驯服一条黑龙，与他签订契约，成为你的通灵兽，而这就是忍者考试的最终试炼。前往黑龙洞的道路上障碍重重，尤其是栖息在洞口的蝙蝠，一切小心。哎，晚上好，各位晚安。晚上好。等等，我快死了。啊，哦，我干嘛跳？吃金币可以回血哦，我可以这样操作。啊，我忘记了。
成就在前面，迎接最终的挑战吧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是太早按大绝了。好，希望啦，希望会有业配的那一天。哎呀，按错，我按错，要用冲的。哎，安安，等一下，靠腰，等一下，快死了啦！我躲，他在向你挑衅，看来你已经引起了这条黑龙的注意，追上他。是故意的哈。不错吧，我是觉得蛮不错了。噔，来，先伤你一个气功波啦！哎，打败你！嘿，嘿，没吃到，很好，没吃到呢。哎呦！等一下，我怎么换方向了呢 ？OK， 等一下，你又，不是我们有球可以捡啊？可以啊，有球捡了。你要干嘛？哎呦，着火！你不要乱动啦！皆阵列在前，啊，赢了，黑龙被打败了，趁现在
吹响通灵号角，与他签订通灵契约。不好，黑龙洞底的熔岩又要喷发了，赶快离开这里。昨天有宣台湾有新闻稿了，说有代理，好，没有在业配哈，绝对是没有哈。黑龙是忍者忠诚的伙伴，现在驾驭黑龙，返回忍村吧。好，是要回末夜忍者村吗？上下哦是哦哦是这样的，哎，哇好酷啊！哎，很不错哎！黑龙可以摧毁任何怪物。哦，可以撞他们。哇，无敌耶！哦，哦，哇，好帅哦！化为灰烬吧！对不起，我按错了。现在你已经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忍者。在未来，你将接受各种充满挑战的任务，也将面对各种抉择生死的历险。你的忍者之路才刚刚开始，请在这过程中找寻属于你自己的忍道吧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哦，可以查看第二章故事哦。好，我觉得这款游戏算是对我来说算是个小品游戏啊。然后看目前看起来是不会太难，可是我有看后面的一些关卡，好像蛮难的。但这是我觉得打发时间这款游戏，我觉得轻松写意还不错。哎，应该是不用到太动脑才对，应该吧。然后就是在讲忍者的故事啊，那他故事是怎么样？哎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大概都是这样子啊，差不多界面看起来也算是蛮简单的，就是几乎在同一个画面都可以查看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刚才拿到的黑龙哦，本性十分羞惨啊，这我第一次寻说哦，可以喂食啊，哦这个，哦可以寻哦寻我这个功能就有点像各个游戏都有的，然后会有一些奖励哦，然后可以一些岩弹喷射。哦，这些技能啊，这个什么天鹰雷龙，雷龙还蛮帅的哈。哦，云狐，哎，怎么跟那个轩辕剑士名字好像一样，是吗？云狐，哎，还蛮像火影的哈。OK， 可能见面是类似的吧。哦，有金进场啊，金进场可以干嘛？看一下。哦，共同参加小组赛哦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看一下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一款游戏的竞技场是怎样。我会不会被骂？哎，那这样子好像可以跟大家一起玩哦。这个应该只是哦，应该也是自己玩自己的，然后只是奖励是累加在一起的吧？看起来是这样。哦，无尽模式哦，哦，无尽模式是指说，就是一直到你死掉为止，是不是 ？OK， 了解。比分数哦，哎，好，就这样，跳过吧。好，大概就这样子啊。好了，那这边今天是玩到这边好了，因为只能玩60分钟，已经半小时过去了。好，大家就这样子吧。然后这个界面就这样，推荐给大家哈。不知道这有没有公会啊？如果有兴趣，可以一起加入。要阴晴阳啊，阴晴阳最高啊 ，cycle。
靠北，超靠北的，自己被自己压死。好了，大家都这样子啊。台湾什么时候上市，我也不知道啦，只是现在是昨天开放事前登录啦。啊，就我登录的时候，那时候才20个人吧。然后这款游戏在那个 YouTube 官方台湾 YouTube 没有影片。OK， 哦，可以场上排名。嗯，就看你可以打多少分了，啊。OK。那我今天上欢迎光临。哦，今天商店啊，这样子。OK， 好。那这边不是重点，因为我要下线了。好，可以抽奖啊，这干嘛 ？OK， 哦，抽道具卡之类的。哦，激活小黑的天赋，小黑是谁？我吗？怎么那么多啦？我要下线的啦。小黑是你啊，哦？哦，忍者好几个 哦。哎，这个技能图怎么有点像天地姐啊？哎，很像哈。哦，我昨天的时候才20个人，哈哈哈。哎，很像天地姐哈，超像的。OK， 好了，可以了吧？有不同的流派哈，知道，就这样。哦，哇，帅哦！哎，这个不用花钱的呢，应该是要花了，反正就是打到解锁哦。哎，好帅哦！啊，这个嘞，哦，这天赋，哎，帅，这个是什么？流派雷兽。哦，这个是熊猫吧？女生，神的，说还不行，结果随便按的啦。OK， 其实还不错，看起来还不错。好啦，就这样，有不同的能力吧，大概。好啦，就这样子啊。那小孩子喷血。好啦，大家都这样子啊。那对台版有兴趣的可以去事前登录一下。大家就这样。好，我们要玩完成节啦。